什么也不做了。我只是想和你待着。万一有人，就五分钟，没那么巧。So sure to say it out, but maybe it's too much to hold it down, to live a life under the starlight. So would you say it back? Dive in the direction of us and let the starlight out and shine.老样子，周末回来。除了要不要再说点别的，再见又是下周了。我们可以发消息。我又不是这周就走。要到四月初呢，等我回来，快的话下周四。你在学校吗？在公寓。我在这儿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，被吓着了。在那别动，我过来。不用不用，你别过来，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。你发我一个定位吧，我自己打车过去。
你别过来哦。就在那儿等我。干嘛？怕我走丢啊？就是想来看看你，你忙归你忙，不用管我。我是不是应该提前跟你说一声？我可以自己待着。我嗓子难受。你怎么弄的？不是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发烧了吗？你看医生了没有啊？还是自己吃药啊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哦，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嗓子难受。你这样，你打字跟我说，你快点，我着急。没事。你怎么都不说呀？你今天都没说，前两天也没说。心疼死。好了，好了，我。我前两天脸色一直都不太好。怕让你看见了，影响心情，影响你训练。你快跟我说一下你的病情，还有生病的过程。我没事。什么没事？你都这样了。你说详细一点，你之前又瞒着我了，不信你等一下。你看这个。等。都是一些 VC， 还有一些润喉的。没有感冒，也没有发烧，真的没什么问题。没有发烧。次见面就像刚认识，刚在一起。你笑什么？我们本来就刚在一起。对啊。感觉你这个嗓子
一时半会儿好不了，一个星期。谁说是想和你聊天了？手太凉了，怕冻着你。你知道凉，还不多穿点衣服。你给我发消息的时候，我正在楼下倒垃圾，来不及上楼拿衣服了。那我在火车站又走丢不了，你着什么急嘛？不想让你等。订个酒店吧，我怕完了就没有房间。不用订。我们什么也不做。就这么晚安。面壁思过吗？